我的已经出去了，我都还没找到地方呢，你在哪里啊？我的已经出去了，哎，烦了，你现在到哪里啊？我的已经到，你到哪里？中央出口区了，我的已经到了。对对对，可以吧？我们下一站。那你是什么？我们下去打包，打包打回去是吧？你看，说话，我来想起我老张是吧？三七零号，那你就糟了。先去我们这边吧，算了，你跑那边还没入，我们这边好一点，看见吗？你看到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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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到
你看一下我那个同事在不在？你看一下他。
Thank you.
我靠，我也是第一次见这种。
哟，写封信。这个几块钱？3.5。好。这个有人来炒的毛豆，我叫。